那今年的点灯呢，我们希望呢在圣诞树的周边呢围绕着好几个艺术装置，那这些装置呢可以个别的变换颜色，由陈建邦主任，他是创新育成中心的主任，林阳志老师，他也是我们数位内容设计系的老师，带领着一群学生，这些学生呢就负责制作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艺术装置的实体的部分。在我这学期的一门硕士班的课叫互动体验实务，这半个学期下来呢，就让他们学会了很多灯条的制作、感应器的互动相关的这些技术。那同学在制作的过程中呢，其实历经了非常非常辛苦的阶段，大概都是6点到9点，然后到了最接近的那几天呢，甚至做到晚上12点都有。今天非常的紧张，因为为了今天呢，我把课也调开了，然后同学呢也都全程参与，测试是都是 OK 的，但是因为我们以前的经验就是实验室 OK 不代表现场 OK， 所以呢其实心里非常紧张。The higher places made us strong together.